中台两国。新任驻泰国副代表丁乐群敲响鼓声，为台湾和泰国人民送上新年祝福，并带来总统马英九致赠泰国台湾会馆的题字，感谢他们长期照顾旅居泰国的侨胞以及对国家外交的贡献。丁乐群接着拜会暹罗代天宫，这座由台商集资兴建，外观仿似台南香火鼎盛的南昆山代天府，是泰国侨胞的宗教信仰中心。宏伟的道教建筑也成为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。丁乐群在上香参拜后，同样送上马总统的亲笔题字，感谢庙方给予侨胞的协助，也肯定他们热心公益，捐助泰国弱势族群，为台湾做了良好的国民外交。